跳跃敲打。算了，这边好多水。水桶们正在警戒中，你家布布怎么了？嗯，你家布布讲话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我看到啊，奥奇，我骑我都拜过来啊。哦，我瞧，他怎么突然跑出来警戒？敲！好啊！哦，有哎，好险！好像两次都是我讲的、欸。哦，我刚才用那个年纪没有在看，还在多哥啊！我去抓，我去抓。啊，不对不对，你去抓，你去抓，我两个陷阱都没了。人神合一，有没有？人刀合一。人刀。啊 no。我没无限期。每次看教罗拉到大概70年，70左右就听得很清楚。啊，没办法，我自己后置我自己的影片还是什么的，我是觉得很刚好。啊，结果我播上 YouTube 的时候，怎么那么小声？因为我正常听 YouTube 的影片都拉到大概只有8%左右吧，啊，看自己的影片都拉到50%。我都没喝到水。你们没有人有陷阱吗？我怎么会有？我回去拿了。哦，那次是回去拿哦。好抱歉，然后我在那边等你们，因为我没陷阱。记录档的时候不会吗？我记录档的时候会耶，尤其记录档是更小声。然后就是有时候太小声，然后突然跳一个广告，有没有？耳朵就爆了，所以我也不太敢插太多广告。怕你们不是有那种可以跳那种横框小小框的广告吗？没有那种。可以啊，可是那个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哎、欸。哦，是哦，不是你可以选要插什么广告。我也想只要横框就好了，因为其实横框看得比较舒服。嗯。也不用等待什么5秒后跳过广告，你可以秒按掉。对啊。对啊，我自己也比较喜欢那个。我现在有买 YouTube 的会员，所以就不用。哦哦，是没有用那个单广程式，我是直接买会员的。哎呦，那、啊、什么时候买我的会员？我会陪你玩游戏哦。下一次。真的半夜看真的会吓死，真的哦。我叫风飘了。
怎样才能骑弓骑在精灵路上？随机性的吗？随机吧，我有成功过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骑上去了。呀呀，垃圾，还是你才能让我骑？头上有角的是不是比较乖？哦，没有。就是一公一母吗？对不起。你又被蚊子咬？对啊。我被三只蚊子霸凌，我躲过了一个，另外两个包顶了。哦，这次浮棉猛哦，把钢龙吃了哎！哎，傻眼，毛鸡伸出来了。看到他伸出来的瞬间，也只有毛几啊。下面，看到毛几的 ID 突然蹦出来。上面没有，没有。啊，你人呢？啊？哎，哦。但我犯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嗯，我穿着衣装冲下去，毛吉就跑了。我想说为什么？原来我穿的是普通衣装。哼，转身衣装在旁边，不是转身那个隐身衣装在旁边。然后我穿普通衣装跳下去，有没有争夺地盘？飞龙走。如果装着网子撞它，是网子会出去吗？石头啊，还是有石头啊。对不对？对。
睡了。好，给你试，给你试，来，你试，你敲醒，靠边呀、啊，你不是要试？很难沟通哎、欸，要试的是你，不试的也是你，你到底？哦，等下没成功会被嘴哦。又不是没嘴过，你还怕什么？哦，我怕。脆弱的小心理，承受不了你的嘴炮。往心里微笑，哭泣，放心会有你。贴着心贴得好紧，每分钟零距离。好，挂着，先忙，拜拜。点一首歌给哈尼啊！我知道帮他放一点 LED 了。夜里的苍蓝星，夜里苍。赤色彗星有没有？嗯，那、啊、今天节操有说他去哪里吗？没有哎、欸。给你试，给你试。啊，我试，我试。其实可以啊，反正这不是打爆桶，一定可以的啊。我觉得你好笑。哈哈哈哈，没有。有。哎、欸，他那根须啦。对啊，他那根须没有凸出来，我觉得挡到了。我玩大天这么久，永远学不会免斩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。简单，也不，我也不是百分之百啊，六次里面成功三次吧，不是百吧？四次，四次，过半还行。因为我拿大剑的玩的使用几率不高啊，你哪时候跟我出团，我拿过大剑的？也是啊，对吧？好几耶，600块。来了，巨大古种在楼下。狂卖啦！狂卖！一直乱讲话，难怪你找不到。我靠！我差点拿空气丢毛巾。狂卖在这里。二楼一楼。一楼。装毛巾。哎，我隐身衣怎么一跳上来就没了？隔壁还有个争夺痕迹，好，那个痕迹应该是刚刚 HTT 拿过了吧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事。新的，嗯，因为我刚记得 Nice 有拿过嘛。那你没有痕迹，
浮眠嘞，我这个地球是不是浮空浮眠的虫族啊？浮浮哎、欸，哇，浮浮哎、欸。我在这里。应该网络上会有那种那个打蛋器的那个 mod， 这样转真的很像哎，然后又在魔物的胯下打蛋。我的天！为什么要这样？英雄们永远的英雄们的梦想是就是打蛋器了，决定了。你那个是魔物们永远的痛。英雄们的梦啊，魔物的痛啊，没问题、啊。对啊，魔物的痛啊，魔物们永远的痛。空了，你看。敢不敢给蒙牛啊？不用啊，蒙牛我也是一般的吧，我不会是力战。啊，不用了啊，我们已经有力战啊，没有会缺素材哦。我们才一只而已，拿到一个就在嚣张了。哎呦，你断他了，别他来了。哎。你怀念的阿超，真的。可以抓了。好。没有，听我，不要，他没闪。啊，他闪了。到底。刚刚20%没闪，19%才闪，可以吗？刚搞不好那次说，我看到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打断你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看的时候已经是19%了。啊，我你说我刚刚说可以抓的时候吗？对啊。我刚刚看的是20啊，所以我怕翻下去，说你骗我。我想到我还有一个会缺的。没有，不是你那时候说，不要的时候要看一下。哦。这个是你们一定叫不出来的东西。你哦，瘴气的吗？没有，一般的明波龙，我缺。我缺力战。我当然会，我当然叫不出来，我卡多久了？我可以叫。没有节操也可以，不 ，HTT 可以叫啊。啊，我叫完了。哦。叫好了，我等下来打。打完这只再打一只风飘，就可以先出去换飞雷了。嗯。应该啦，应该算是够了。KC。快吃谷底，是哪儿啊？瘴气有毛气，600还800？什么600还800？600块的毛气还是800块的毛气？你听不懂？六百块。好。算了。
到你这样听不懂六百八百，还敢菜啊？谁？感谢张慧文成为支持者，感谢感谢、啊。叫本名真的好好好好好，感觉 很没礼貌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加尬，还是要装装熟？感谢文文。感谢成为支持者。我晚点去社团，因为他加会加支持者可以加一个社团，那个社团很奇怪，就是他莫名其妙帮我自己办一个社团，所以其实他们都会进去。然后你们再把那个结那个订阅证明还是什么到我粉专私讯我，嗯，我再拉你们进兔窝群。或是你们其实已早就是兔窝的人了，可以叫你蚊子哦。你是说那个蚊子吗？忙啊，忙啊。好，我会记得。现在要一个叫海豚，叫蚊子。好，你那你那个海豚跟蚊子，你们再把那个订阅证明接到兔窝。那我晚点。应该都是12点之后啊，有空就是把你们拉进兔窝群啊，兔窝很多神经病啊，很热闹啦，就是就很热情，然后就白目也很多。你在说谁啊？嗯，蛮多白目的啊。白目聚集地呢？欸，拿火属性打他的水，应该要可以浇洗那个才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合理。不是啊，我马上掉下来啊！等下你那把是水质哦。是啊。我想说，我来软就好啦。好，这是好习惯，你继续软，继续软。除了机关枪的机关枪不喜欢这机关以外，我都已经知道机关枪太久了。软不到那个欸，机车，欸，软了欸，好。玩水咯，哇，三次了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四次了，我去你的！他看你玩得很开心啊，不错啊，今天天气很热呢。
睡了没啊？就这样。突然想到交流舞都没剪呢，完了完了。看来你很不需要，等你啊。我是刚在打到一半，回头看到一个交流舞小，先装吧。真的没有打过普通的名波哎，在线魔。哇，你惊叹号！速杀入心的。哇、啊，是不是？那时候跟繁星打就已经是力战的了。什么鬼？干我屁事哦！关冷缺，我说跟你打的时候，因为你那边开都是力战的，所以一般的班。我也没那么快好吗？我最先我是七，我是森林先七，再來是瘴气，最后才是森林，对吧？这里呢？因为那时候是要那个力战残爪克制吸血啊，等力战残爪拿到之后，就是缺力战明波啊。牵拖，牵拖，要不要补血要讲欸？我还应该还行。你不行。好啦，我可以吸血，只是看起来不太像而已。你有克制吸血哦？有啊，都有克啊，因为这个其实伤害会到50啦，所以还是可以。哦，你说之后的武器伤害都够高，可以吸血哦？没有，散弹不行，散弹还是。散弹不是可以也到也四五十吗？要看怪，有些可以，有些不行。而且要看、那個、有些还是在二三级掉啊，三级的话吸不太了，吸不了太多。而且看要看有没有怕那个蛋。哇，逆流哎、欸！我天，水往后二。白木，他吹笛子。我断。还好那个墙壁有凸出来，有凸起物。有凸起物。被撞掉了、啊，不然感觉撞不了。你最好，你最棒。啊、不是拿大锤的，你伤害不了我了。啊！对啊，你。
这样轰龙我也没什么打，我怎么我都没打。可以再说一次吗？说一次什么？那个话题是什么？糟了，完了，完了。那、啊、怎么是灭龙石啊？进了，走啊！我抓到那只在发呆。请问杰超进来人在哪里？我怎么看到？他不在后面砍小怪吗？哦，哦，磨刀。不要太北蓝了，不要太北了，不要太北了。垃圾欸，早不撞晚不撞都要吹笛子再撞，给我去睡觉，给我去睡觉。清晨啦，微微一笑很清晨。好了，好了，不啦，兔窝大约多少人吗？看一下哦，还留着的啦，因为之中有退出一些人，可能就是，觉得这边环境他觉得太热闹了，他有点觉得没有，他介入不了，或是就觉得想要安静一点的地方，因为就说这边太热闹，很奇怪，这边有270人。现在兔窝的居民有270，有些可能就是搬家了。如果那些还在的话，应该有300左右的人，没有50啊。吓我一跳，我跑了100多个，厉害吧？就是物竞天择，物竞天择，优胜劣汰的环境。
再杀一只风飘，应该就可以换人开了。以前热闹到太夸张，我只是开个两个小时的台，就有999封未读讯息，都在刷贴图，一群白痴，在那乱骂人。哎、欸，有800哦，在黑黑的龙岩黑黑的地方。好，龙岩黑、啊。所以有想哎、欸，丛林不是丛林啊，森林啊，跑掉了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跑没跑。森林一楼有800。好。哎、欸，故障。啊！我没抓到吗？啊！五脏。然后森林二楼是600。起来。真的不能贪心耶。那个黑黑800旁边有争夺地盘。明天去路前想进。好啊，你可以进来啊。反正我有几次都是大半夜，就是忙完影片跟那个上传好记录档，大概都已经一两点了。然后就那时候就跟加进来的人说，我现在拉你进来，抱歉有点晚。他说没关系。我想，哇，看他还不睡，然后一加进来，吐我一大堆，在那边刷那个，就是说安安的那种贴图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这群人都不睡呢、喔。”然后主要也是寒假啦，寒假不睡觉的一群疯子。就是你，疯子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脱离了？我要抓那只森林猫鸡。哦哦哦哦。没抓到，我不甘心。